我在训练他们的时候，我都会希望他们可以多思考，不是只是演奏上面，是有一些乐句上面的方式。所以我们都彼此都很清楚这个乐句这个乐曲走到哪里，那除了自己的部分之外，其他人的部分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用呼吸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这个乐句是什么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因为平常我们比赛的时候都有计时的，就是我们只要发出声音就开始计时。那我当时是以为就是只是一个偶发性的，可能马上就会供电。那我觉得就我们下去了就是下去了，所以时间也在走。所以如果我们停止的话，一方面我觉得学生的心情上也会受到影响，然后我也是觉得说我们就试试看能尽量把这个曲子演奏完毕。停电了，你有没有紧张一下？有，但是有吓到，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国中生涯只有这一次，所以就好好把握，就把它拼下去了。那像这种停电的时候，你怎么去抓节拍？勉强还是看得到老师，然后老师会呼吸给我们那个拍子节奏感，然后我们就去对。为什么会用呼吸这种方式？因为真的按的时候看不到，大家都只能靠听的。训练他们的时候，我都会希望他们可以多思考，不是只是演奏上面，是有一些乐句上面的方式。所以我们都彼此都很清楚这个乐句这个乐曲走到哪里，那除了自己的部分之外，其他人的部分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用呼吸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这个乐句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因为平常我们比赛的时候都有计时的，就是我们只要发出声音就开始计时。那我当时是以为就是只是一个偶发性的，可能马上就会供电。那我觉得就我们下去了就是下去了，所以时间也在走。所以如果我们停止的话，一方面我觉得学生的心情上也会受到影响，然后我也是觉得说我们就试试看能尽量把这个曲子演奏完毕。成功。你有没有紧张一下？有，但是有吓到。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国中生涯只有这一次，所以就好好把握，就把它拼下去了。那像这种停电的时候，你怎么去抓节拍？勉强还是看得到老师，然后老师会呼吸给我们那个拍子节奏感，然后我们就去对。为什么会用呼吸这种方式？因为真的按的时候看不到，大家都只能靠听的。我们成功国中弦乐队昨天得到北区的团体赛得到特优第一名，我想刚好昨天又是因为大停电，所以在停电中他们能够非常有默契而且有自信的出神入化的一个演奏，把整个曲子演奏完毕。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成果真的是轰动全台，惊动武林，这是我们新竹县的骄傲。我们真的是要谢谢这个指导老师郑乔文老师还有同学们的优异的一个表现，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恭喜他们。